哎呦，真的是，干嘛呀？医生。医生手术，哪个医生是把心摘出来的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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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。你看我嘴，看我嘴，看嘴。《武林外传》。萍姐，我来到你的天堂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来，重新举手，来先。哎，啊，周神，那只能我先吃喽。什么？演员薛之谦。答对。哎呀，你看上我啊！嗯，还蛮好吃的。赶紧放下一个歌，我们不想听了。杨迪。张韶涵。范玮琪《最初的梦想》。对对对对对。当然。下一首。曹操林俊杰。答对。你也不让姐多吃。姐，少少，你的地儿。哇，你那最后那一筷子几片肉啊？那么厚一摞。我一口吃了一顿饭。我哥们儿真能吃啊！你看，哇肉！哎，一会儿没了，一会儿没了。我怎么每首歌都那么熟，但就是不知道。孙孙，开始懂了，孙燕姿。答对。放凉肠下去了。你把虾全吃完了，肉呢？下一首啊。张杰，王心凌爱你，答对。我吃摆盘是吧？快点，还有点。啥呀？给你摆盘花。好好吃啊，真的吃太多了。胡桃夹子，柴可夫斯基，答对。对，那肯定是。看。你们先给他放放音乐。被风吹过的夏天。朗朗哥还没歌手。哎哎，林俊杰。答对。哎，朗朗哥没你了。我可以拿碗。好香啊！请坐，请坐。好香啊，这只鸡。你坐着，你别肉太多。你保持你女神的样子，你坐着好好吃。风吹过的夏天。周深，毛不易消愁。哎，我都没有听歌。哇塞，你要拿两个。我知足了。我不知道。啊，好熟啊！林姐，说唱就算袁娅维。哎呀，恭喜！忍不了了，这个鸡味太香了。好好喝，我没吃到。好好喝，他对着我一直炫耀他的鸡味儿。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。我这么快？周深，薛之谦雪下。不知道，来杨迪。认真的雪，薛之谦。答对，答对。嗓子都吼劈了。李荣浩，模特，错。啊！哎呦，哎，兄弟们，等会儿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李荣浩做题家，李白，李白，李荣浩，李荣浩，我答完了。杨迪，这是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来，下一首。李荣浩。等会儿，李荣浩，模特，不算，就是李荣浩不将就。想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。红姐，孙燕姿看肿了。呀，恭喜，厉害。
这是自己的果实。这个鸡啊，是一道多么精美的菜，被咱们吃的哟，像土里刚刚长出来的鸡似的。啊，我的有点甜，汪苏泷，汪苏泷和谁？还有个人，还有个人，汪，我知道，我这白鹿，白鹿错，有点甜，汪苏泷白兔，白兔，你给我白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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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来这首看看晨晨能不能猜到。李荣浩戒烟，李荣浩错错错错错，什么东西？李荣浩，年少有为，年少有为，谁？年少有为，对对对，你这么范丞丞送分题啊？假如我年少有为，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李荣浩，伯特，求你了，李荣浩做指甲。忍不了了，这个鸡味太香了。那我试一下那个柴可夫斯基那个射天鹅。对，完了。朗朗都已经知道这个就是给我吃的东西。你啥时候放点我擅长的歌？你擅长什么？社会摇，小苹果，最炫民族风。这个歌还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巴赫，不是，继续放。巴赫啥玩意儿歌？巴赫。我知道，周杰伦的。不是，过来。孙燕姿第一次。错。孙燕姿，第二次。第三次。不是这。孙燕姿上一次，哪一次啊？孙燕姿第一天，对，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天，我说第一次。这不照字儿吗？哎呀，这怎么那么熟啊？蔡依林，错，萧亚轩，什么歌？什么？表白错。萧亚轩甩了甩了错。潇洒走一回错。潇洒小姐甩错。甩呀甩呀，萧亚轩错。看不清错。那这是什么？哎，爱的主打歌萧亚轩。这我也知道。情非得已，对，一腔情。答对。打爆！哒哒哒哒哒哒，旋转跳跃！五娘蔡依林，五娘蔡依林，蔡依林，五娘，谁跳的？快，多跳一点！棒！五娘，我还想吃馄饨。蔡依林，我真累了，饿疯了。啥？杨迪，神奇孙燕姿。错。啊！你的歌，最炫民族风。错。谁？月亮之上啊！对了，答对。我就快一勺，好吗？那个虾肉也就一勺。下一首。既然这么吃的话，那好吃了。哎，是惠阳，小苹果。错，你只知道小苹果。最炫民族风，凤凰传奇。错。自由飞翔，凤凰传奇，答对。哎呦我干嘛呢？哎呦，把它拌一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喝什么呀？
来下一首了啊，林俊杰。对，不该，错啊，不对，我都说不清楚该怎么名，我不知道你名，对对，答对。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。来啊，开始啊，下一首。我真的好，我真的好想你，莫文蔚。莫文蔚。又开始下着雨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是不是嘛？哎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忽然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。如果没有你，莫文蔚，唱出来了，我在等副歌，副歌。啊，那个林俊杰，你都先说完这个事情吗？那个说完灵魂的共鸣嘛，起来，灵魂的共鸣。小五郎，你是怎么赢得这次比赛的？我希望你小五郎清楚，心里要有点失落。这个朋友家真好吃。听前奏，猜歌名儿。第一首歌，请听。燃烧我的卡路里啊，对不对啊？对了，你跑那么快，看看腾哥的髋关节。是不是燃烧我的卡路里？我们验证一下。不是，错了。没有，这歌名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吗？不对呀，燃烧你的卡路里，不是，燃烧卡路里，卡路里，哦，卡路里，我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，四个人冲上去，就我一个人在这。所以不要冲动，想清楚。第二首歌我估计前奏没出几个音儿都能冲。那不会。请听。铭文叫兄弟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哎呦，和场上的其中一位有关系，请听前奏。情歌王，哎呀，听，是你的歌吗？没有，我是打算唱下去 ，OK。我听，唱下去。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让我？什么歌呀？这是什么歌呀？情歌王啊，情歌王是你的，是我的声音啊。我。下一首歌呢，和场上的其中一个人有关，是他的歌。你的，不知道，请听前奏。烟雨蒙蒙。哇，什么歌？烟雨蒙，薇姐的歌。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铁粉，有什么感受？我们是互粉啊。对，下一首歌请听前奏。哎，这胆儿真大。他一定很爱你。什么歌？他一定很爱你。他一定很爱你。
我躲在这里，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陪你。哇，这等于你们队就有花花一个人挑我们一人。2020啊，告诉你三十而立了啊，了不得了啊！请听前奏。腾格尔的，算你狠。一杯二锅头。啊，这般金魔丑。这陈小春算你狠，算你狠。回答是正确的，但你不要在后面乱喊什么腾格尔好吗？咱再放下前奏。怎么就能腾格尔呢？这怎么就马头琴？嗯，是吗？蓝蓝的天空。一杯蓝蓝的突变，这都听出来了。他原来有一次特别狠，就是一首歌的曲子加速倒着放，他给听出来是哪首歌了。五环之歌，吉祥三宝。对的。那是第二狠的，最狠的一次还没放呢。那不成点歌了，说啥歌放啥歌，说啥歌放啥歌，那我也行。下一首歌啊，下首歌啊，来请听前奏。人家没放呢，哎，这就得喷喷喷，对，好。哎，不能还没放他就已经跑到这儿，我觉得应该连喷三次，喷他们烦下来，喷喷喷烦一下。这耳朵灵，这是监听的耳朵。对，再给一下，三下。好，再来一下。丹丹老师，我这绝对不敢造次啊，但他踩的点儿确实不是音箱里出来，而是那个按键的点儿。按键一按，他确实往前走了，声音稍微有一点点滞后。我们就是靠这样的强词夺理度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就这我们都赢不着啊。行，咱不踩，咱不踩那个按键的点啊，咱踩音乐的点。来来，这边比跑步嘛，来吧。下一首前奏请听歌。哦，这个，哎呀，富士山下吧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哇，好经典，太经典了，啊，对唱歌曲。你们先冲再说吧，你们。请听前奏。加。哇！啊，铁血丹心，啊，铁血丹心。哎呀。哦。我刚才我也没往那边看，我以为这观众怎么这么突然这么善良了，我做了一个这个他们就叫唤了，闹了半天花花在那边闹了一个。我俩弄得不一样吗？我俩妈日平时就在卡拉 OK 里面工作。好，最后一首请听前奏。等等等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快给我跟他的下来呀、啊！大碗茶啊，哎，那个，唱唱脸谱，脸谱说唱，说唱脸谱，说唱脸谱，说唱脸谱是对的。前门青丝大碗茶。哇，好棒！哇，帅！你在我宣布说唱脸谱是对的同时，在那边前门啥玩意儿大碗茶，是对的吗？对的。
你刚刚不是说你船夫唱的歌是吧？我唱个许大夫唱的歌。嗯，娘子娘子生得好美丽，他是大夫吧？是许大夫，许仙唱的歌。对对对对。我来。你难过的太表面，他像一个演员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演员那个什么？你这是评剧吗？还是被票跑了呀？你难过的太表面。你还不是个歌手，你不要唱。不是歌手，你是个人，你也不能唱成这样。小嘛小二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学生，学生 ，yes， 是。嘿呦，这是什么职业？这是什么职业？哦，牙医。猜，牙疼了。牙医。患者。患者是职业吗？你就等他挨喷吧。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我以为能有什么新鲜的呢，我还给你吐一下。我把你画成画家，对对对对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好，我来。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你们唱过是画家，但是我在里面唱的是歌手华晨宇。那我唱。到他们。这个算吗？当然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能唱出一堆来。摇晃的红酒杯，调酒师，天天喝呀，这不是天天喝呀。好，我还有一个，等等，冬天的雪化成雨落下。又是歌手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我？对，那我也还有一个，想起来我那首歌，还有一首华晨宇，左手华晨宇，右手成鳞片，他还是华晨宇。他主题歌那么多呢。我想了个牛的，觉得您快来。哆啦鸡，哆啦鸡，宝洁，哎，你这个宝洁，它是朝鲜民歌，唱的是桔梗，直译过来可不是倒垃圾呀、啊。而且多打我哥的脸，我哥上去之前跟我说，我想了个绝的。医生手术，哪个医生是把心儿摘下？妈呀，那手术才难呢。大手术可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统计一下，这轮王牌家族队是领先的。 OK， 来，狒狒把第二轮的这个歌曲要求我们拿上来看一下。表达委屈的歌曲，示范一下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。你一定要把我们所有人的答案第一时间唱出来吗？好，谢谢狒狒啊，唱也要唱得很伤感啊。好，带着那个情绪把这个歌唱出来，不能硬熬的伤感啊。听见没有，对面不能硬凹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能硬凹，我们不是输了吗？我们的价值在哪儿体现？从谁开始？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。哎呀，太委屈了，这么年轻，这么委屈。啊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。好孤独，好委屈，好难过。那就这样吧。啥呀？哪样啊？没背来词儿啊，没背来词儿，但情绪感受到了，非常饱满。那就这样吧，算了。哎，我来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。啊，这个还可以，跟一个王爷似的就下去。我来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嘲讽我吗？这是？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
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这是迷信问问你。你不用老瞪着我们唱，你还一定要这样对着我们唱。我们俩不同意。有了夜太黑，还有什么人让我心着树，让我心着树伤痕伤痕。你听多难过呀，你都听呆了吧。我觉得有些歌吧，就是歌唱家要不会唱，要不就别唱了。你又不像我们扛得住压力。别废话，赶紧五四三。心太软。你总是心太软。没了，就一句，这多唱一句，而且重复的。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哎呀，太让人心疼了，太心疼了。你爱我还是他？这是问句，不难过呀。对啊，人家说爱你呢，你就不委屈了。嗯，还没得到回答。可以了，全军出击。已经不确定了，这是问答。不难过呀。已经不确定了。不难过呀。难受。不难过呀。不难受。不难过呀。哎，不要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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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要打架。你难过了吗？你难过了吗？好好好，来。我知道他不爱我。对。这算。什么叫算呢？一定是啊，那个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哎，又是问句，人要说爱你呢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你爱我还是他的身份证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这是委屈。这个很委屈。我已经感受不到了，我已经彷徨了。你爱我，你就得爱不爱我，这样比我说你不爱我，我觉得还要委屈，对吧？你太扯了。那个喷雾的人，你睡着了？咱们犯的错误太多了，雾不够了。潘叔没唱已经委屈了。男人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老张开车去东北，啥呀？撞了，不算。哦，你解释一下，一个人去的，不是，还有后边撞了。哦，撞了，撞了还不委屈？你把撞了唱完。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。哎，难过。我跟你说，你那队唯一唱最好的、最准确就是那个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怎么飞也飞不够。太委屈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好心酸啊！你怎么会有这种经历？我的妈呀！这个有什么委屈的呢？你这属于贪欲。嗯，一个小小鸟，你能飞得多高啊？鸟飞不高。你快去，哥，快去。你能飞多高啊？小鸟飞不高，对呀、啊，什么委屈？那是贪欲。我唱的是小鸟，不是小鸡呀、啊。那猪也高了。我是个鸟，飞不高都不委屈。伤害那么大，有没有我的家？我想有个家。嗯，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老师，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。对不起，那就跟你住，这房子不用太大了。哇，好不熟啊！哇，这什么？好像从来没听过。哇，这是影视剧吗？《速度与激情》？不对，《头文字 D》？不对，啥玩意儿？速度对。变形金刚，不对。复仇者联盟，答对。你的吃鸡，给我，你来端鸡过来。还没到哈，得三个人做是吧？对。复仇者联盟。哇，真厉害。你还可以啊。
我们培养的好。你真的瞎白呀、啊！灵儿，我对你的记忆好像渐渐有一点恢复了。现在过来给俺台妈顶个面。当年我们一起去看那个灭霸打钢铁侠的时候，林月如，你可挺着呢，挺着。来啊，下一首。命令起。蓝迪。碟中谍，错。零零七，答对。电影看的多就是不一样嘛。哎呀，你答对了，你看，真棒。迪哥呀，迪哥，有时候瞧不起人也不用这样。这会儿不叫碟了。迪哥，知道为什么我猜中？我听到了。真的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听见了吗？哟，我发现这是我的长项。你刚才是在，我以为你在喊碟，碟中碟。我喊了令令旗，你自己说的碟中碟，碟。来，下一首。爱乐之城，错，就是爱乐之城。我以为加油了。大家看过我们蜀山派的终极大招吗？贯天穿地。你等着。哎，看到没？还是那招，我说啥错？一定要说啦啦烂的吗？我以为是家有儿女。哇！你们这开头很像，丢不丢人啊？还真挺像的，是吗？历代童年，哇塞！家有儿女，挺像的。来，恭喜杨迪啊！下一首，我要帮敏涛姐了。哇，敏涛姐只要答对，你们可以吃到这个菜了。我们就吃鸡了。人生的滑铁卢。这多真。来，下一首。哎呀，这不是在练警察吗？在用哪个剧啊？哎，有了，涛姐。涛姐，没想到。就先举着，举着，仿佛时间静止了。周深，他叫《再见警察》。什么剧？叫什么剧？新警察故事。错。无间道。答对。你许愿的鞋。周深，哈利波特，答对。米娜姐干什么眼神？米娜姐，我仿佛看到该这么去信这太简单了吧，这也。哦，我站着吧，因为太简单了。啊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给自己怎么能架那么高干什么？来，碟中谍，错，试试看。零零七，错。变形金刚，不对。不是，王牌特工，不对。哎，好像是那个。啊！子嗣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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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想不出那电影叫什么。X 战警，不对，绿巨人，不对，金刚狼，不对，不是这些。哎，第一滴血，不对，星际特工，不对，终结者，不对，啊，杀死比尔，再对，哦，哇，昆汀的电影，哦。但这个太难了，因为这个音乐太熟，各大那个红毯啊、颁奖礼啊，给人用的个遍，根本都说不出是杀死比尔了，都已经。但这样题目就特别好，因为音乐特别熟。二位王者坐下了，该我们了。嗯，我这个坐下就比较有。走，对不起。来，这首歌我觉得得慢慢品。那我这是很熟的一首，好熟啊，很熟的歌。这白月光，琅琊榜，不错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不是，不是古装。他捧红了一个人。我的父亲母亲，答对。哦，好熟啊，好熟啊，你桃姐厉害。
完了完了，他们那边武术特别强，快快快，就靠你了。月儿加油！零零七，答对。你只听 Adele 的歌，五分钟的那什么，然后前面三分钟还是两分钟都是厉害厉害厉害。哦，你最近在做电影呢，各种阅片量上来了。我是个 movie 人。movie 人。movie 人，到处 movie 别人。来，恭喜啊，一家三口再次。哎呀。对决，三分钟之内猜对最多的菜都给到那边。又来了，三分钟。哇，小朋友，已经欢迎你。周深队赢了。我必须要听到词儿。李玟，什么？什么？周深。李玟，月光女神。错。李玟《月光爱人》答对。啊！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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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。十大车祸场面，没少看啊！作为一个歌手，最爱看车祸场面。能不能好好练练歌？我有。最近都退步了。来。熟啊，这真听过啊，好熟，又是哪个电视剧了？我一定听过。我来一个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。不是，我知道是什么歌，孙艺丹的。错，不是孙艺丹。他不叫孙是吧？不姓孙，但是什么艺丹？他名字叫什么艺丹？肯定不是。三寸日光，不对，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。三寸天堂。对，谁的？三寸天堂，李一丹、王一丹、刘一丹、马一丹、洪一丹、张一丹、赵一丹、周一丹、丁一丹、武一丹、来一丹、来一丹、刘一丹、王一丹、马一丹、赵钱、赵一丹、孙一丹、周一丹、王一丹、李一丹、我一丹。这个饭我们不吃了，好吧？赵一丹、罗一丹、张一丹、连一丹、欧阳一丹、欧阳一丹、连一丹、连一丹、一比一，一比一。严一丹，我都到欧阳一丹了，百家姓都要说完了。严一丹老师，对不起，为我们上面有可能提到的各位一丹老师们，对不起。来啊，这首啊。哎呀，那个女歌手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，哪个女歌手？就是我们这个剧里的歌，我都听过。错爱是吗？不叫，有个错，爱错，只爱要爱，偏爱偏爱。天籁歌手名，来，天籁杨幂，刘诗诗，不，你听你声音像胖的，男的，男的吗？女的，天，张什么金？张芸京，张小芸，张芸京。我只看《仙剑一》。加油。好熟啊！啊，我知道是什么歌了。啊，周深，《爱的华尔兹正爽》。答对。Oh no！ 说实话，真的难。周深碾压式的赢了你。上一次你们俩是在抗衡，这次你就。什么？其实我们赢了，想胜杀人，逃兵我输在即，想胜小平逃兵我输在即，啊，曲苑杂谈。这太难了，几个字？二三四。这么多，看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字，十三十三十三啊！洛天依，洛天依。
看我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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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梧桐，梧桐，换汤不换药。梧桐，换汤不换药。肉蹄王，对。黑木，黑木，对。哎，啊！船上桶，船上桶。五六，蜥蜴，杨迪模仿蜥蜴，唐僧肉在哪里？咱动物世界，鲶鱼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西游记，鲶鱼精，蛤蟆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仙仙。两个鲶，两个鲶鱼精啊！什么东西？嗯，老大，这个唐僧肉；老二，这个唐僧肉。过过过！嗯，鲶鱼精。蚊子，嗯，不能演啊，不能演，不能演。夏天，夏天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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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让我养？我要他死。你想死？要他活不了。什么？过。一二三。四五五个字 I want you I want you 韩光君 I want you 韩光君啊啪 I want you 啊情情深深雨蒙蒙你的梦想是什么 I want you I 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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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呸呸呸那英那英那英贾玲那英贾玲庾澄庆有长进华少华少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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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准备。怕老婆，四川人怕老婆，怕耳朵。豌豆射手，豌豆射手。太阳花，太阳花，太阳花，有太阳花，太阳花，有太阳花，太阳花。植物大战僵尸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哇，我们俩，我们俩是什么？我们俩，我们是什么？双胞胎。承认了，承认了。我们俩，我们弹簧狗。太厉害了。贾玲，贾玲，贾玲，相声。诬陷我，诬陷我。偶像。造谣，造谣。女神。造谣，冤枉，冤枉，冤枉，我没有冤情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贾玲，深渊，击鼓鸣冤，报告法庭、法院、法官、律师。我经常干嘛？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？承认了，承认了。黑幕，对，黑幕。差不多
我差不多。内幕。差不多。提醒、提示、答案、偷题。厉害，太厉害了。两个字，一二，热，好热。折，好热。空调，坐天气，太阳，太后。冷气，冬天，冷气。你冷。冬天，冬天，冬天，夏天。坐第一排，坐地，喷火，喷火。好聪明。太厉害了。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小学鸡，我们经常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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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内饰好，内饰好，噪音小。前面三个字，前面三个字，每次要坐之前都会来一个人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旅游伴侣。火锅放进火锅里，放进小红椒。驾驶员，小红椒，曲线型，漂亮，空间大。什么型号？型号 CX30 小红椒。哇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可以了。打个样，打个样。好吵，听不见可能就。来，第一轮挑战开始。俩字儿，两个字儿，两个字儿。小品。小品，过年了，过年的晚，过年的晚，过年的不能带里面的字儿啊。过年的表演，春节联欢晚会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晚会。春节联欢，过春晚。暗杀。暗杀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开车，驾驶。我是一个职业，有法师，有奶妈，有辅助，还有射手，厕所。什么东西？五个职业，有肉，射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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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比划，不能比划。战士，打野。刺客，刺客。妈呀，妈呀，四个字。突击。哎，你这直接喊呐。呸。呸。结婚。联欢。结婚。结婚。结婚了。结婚了，你又离了，离婚了。哎呀。结婚，新婚典礼，求婚，新婚之夜，新郎新娘。结婚两个人要怎么样？哎呀，干嘛？行礼，行礼，行礼。婚礼仪式。哎呀，好难。古代的。请客，结婚，结婚请客，随礼。结婚行礼。结婚随礼，过过过过过，太难了。他师哥，沈腾，沈腾，爱德华，爱德华，不是刘德华，他师哥，他师哥能是刘德华吗？三个人跟着我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TFBOY。 哇，这个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你是 idol， idol 又叫什么？偶像，偶像。一坨一坨的，一对 team。 咚。我是女的。男团。我是女孩。我看出来了啊。你是？对了对了，男的，男的，男的。答对了。男的，男团。答对了。哦。几个字？四个，四个。海盗，海盗去找什么？海盗。海啸。海盗。海啸。海盗。海盗。海盗找什么？海盗找宝藏。宝藏。我是，你是女的，我是什么？宝藏男孩。哦，嗓子疼。
有主角，有配角，还有群众演员，又叫什么？三个字儿，三个字儿，三个字儿，三个字儿。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。跑跑，不能比划。第二个字儿啊。过过过过过，最后一题啊，东北菜，东北，东北菜，炸的，东北菜，沙字儿，炸的，吃虾的，油炸的，油炸的，油炸的东北菜，地三鲜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碱蛹子，不是。太东北了，动物身上的就是动物，动物肘子，猪肘子，不是，别想肘子，有点甜口，锅包肉，猪八戒背媳妇儿，是吗？杨迪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朱明英，哇，杨迪，错，啊。邓丽君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朱明英翻唱过吧？但是这个版本是翻唱也不算吗？送你送到，就是朱明英嘛，这就是朱明英。捡漏捡漏。哎呀，我对杨迪就是怎么样，还行吧？这感觉真的是有答案。因为你想一下，就是忽然一下，我们是不会想到，就是朱明英这回娘家，朱明英放一下，下一首。按着给我的题放，这也没听过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边还背着一个胖娃娃。你就是那胖娃娃。来，下一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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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往事只能回味。谁唱的？姜育恒唱了一版，这版是谁的呢？一个女。往事只能回味，韩宝仪。答对了。哇，杨迪，哇，这个牛！啊，那个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歌。绒花是对的。谁唱的呢？是那个不。还我。哎。啊。那个李谷一。是李谷一吗？提醒，周深提醒过于明显，太过分了。你难忘今宵，我们耳朵真的是你们聋掉了。难忘，你都已经完全接近李谷一老师在春晚上的那种声音了，还以为是悄悄唱的吗？不管不顾的，我们在这喊他周深，周深，难忘。这种提醒过不过分？没人管吗？声音都盖过绒花了。大到那个沈阳哥都装不知道，实在有点太大。我只能冷静地看着哟。这不算，好嘞，开始了。来吧。雍正王朝啊。那个。酒干倘卖无。对，那是谁呢？酒干倘卖无，苏芮。中华小曲库的队伍。林姐，我们一直在给你鼓掌，你都没有看我们。周深 SH 一波斯猫，恭喜。我还是 SH 的粉丝呢，气死我了。猫眯着他的双眼，波斯猫踮着他的脚。我的妈呀，你们俩会跳，会跳，站出来。还有转圈，一转眼却又看不见。感觉你们俩真是多才多艺，不务正业的。来下一首。年少有为李荣浩，年少有为李荣浩。我年少有为之之推，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我们赞成。
朱明英的歌。出去跳，出去跳。对，年少有，年少有为，年少有为。假如我年少有为。下一首，居然第一个坐下了。什么东西啊 ？Harry Potter， 哈利波特。好尴尬呀，救命！好熟啊！你们猜不出来，我很没有面子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巨龙突然出现。我知道了，周深唱那个大王那个。周深唱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歌词儿很长。歌词儿特麻烦。玻璃巴拉霹雳。霹雳喇叭，你大你大懂。达拉崩巴周深，恭喜答对。我刚想说，刚想说。我听过这首歌的，我听过这首歌，是我跟你聊的，对对对。周深，我猜出来的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下一首。姐，我不能提醒你，得靠自己啊！我还用你提醒？来，你这个，哦，粉红的回忆，韩宝仪，恭喜答对。唐人街探案二还用了这个做插曲。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，比谁猜的多，真对，太难了吧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，没有，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，用一曲波涛征服大家。天哪，比谁猜的多。阿姨，如果你这把赢了，我就在微博上澄清你跟吴彤，然后就是你造的，你早该给我澄清了。我造谣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在微博上承认，假的你要承认，好不好？承认吗？那我偷题了。我以前我一直都在偷题，你这真的说会偷题。准备，对，举手回答啊！我有点紧张，开始，加油！他听前奏厉害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已经出登场了啦！红豆王妃，答对。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我必须，咱们下次从词儿放。来下一首，你这。一股看来。戏曲你听过吗？哦，是戏曲吗？霸王，霸王别林。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？太恐怖了吧！两位歌神都安静了。等一下，我听。我知道。霸王别姬。不是。杨迪。李宗盛、林忆莲的那个歌，对，什么歌？往事，不是往事，只能回味。继续放。我竟然知道，我想往有往事，演当爱已成往事。坐。啊！接着放，来。让明天好好继续。就是。当爱已成往事，张国荣吗？对。翻唱，就是张国荣的声音啊。为什么不放李宗盛？他们俩也唱过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是李宗盛，你们老放后面唱的，那个《达拉崩吧》也是洛天依的歌，是不是？我都答出原唱来了。哎呀。不能就是这个版本吗？来，下一首。来，接着5、4、3。哇，跳高！杨迪，你早就《广岛之恋》谁的？莫文蔚、张洪亮，答对。是。耶！是不是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？太可怕了。我喜欢一片，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。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喜欢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。
下一首。周深。Selina 王力宏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不。Selina。我对了。我对了。Selina 任嘉萱。错。王力宏。Selina 王力宏。不是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，我还没答完呢，你干嘛说我错啊？我任嘉萱错了，这些歌我都知道。来，三比一啊！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学关系。我承认我偷题了，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的。好了，够了，没这事，下一首。气死我！杨迪，原来你只能赢我们。杨迪，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黄品源，错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天哪，要命了！周深，只有阿牛吧？浪花一朵朵，错。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、光良，对。耶！太厉害了！哇，他们俩兄弟！哎呦，太难了。杨迪狠呐，杨迪太刁钻了，陈列。不是，出一点，出一点，巨难的，巨难的，特别特别难，特别特别冷门的。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。出那么冷门的。来，下一首。哇，这是太难了吧？周深。周深，不行不行，周深，都知道都知道，比谁说的多。比谁说的多？我来，我说的多。你说的不多，我说的多。周深来。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群星。答对。哎，这太牛了！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。但是人家用智慧赢了你，人家说了群星。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，一个小姑娘。带来全新空气，要是韩红，不是韩红，张漂，让孙燕姿，孙燕姿，不是娜姐，娜姐，你没有一个来开始唱，拥抱过去，孙燕姿，算了，后来谢谢了，四比二，这个四比二了，还有两道题啊，还有两道题，我还猜，不是杨迪刚才那一道。相当于三道吗？那我群星可以算五十多道哦。那你了。群星，成龙大哥出现几次？群星，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？M 拍的 MV。好了，杨迪。长城。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开天辟地。杨迪，输了要认，输认。来，下一首啊，来，看一下我，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，就看他举没举手是吧？周深，哎，不许杨迪，他先举的，啊，杨迪先举的是吧？啊，杨迪，你看到了吗，观众朋友们？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为什么要避嫌？有什么好避嫌的？好避的，我是菜苗的，杨迪是六十的，我这个菜给掀了，都别。你答，来换一个哈，你答，换一首歌，我就要答这首歌。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，你毕业于浙江，算了不说，浙江传媒大学根本不是大学同学。对，后来成人教育的时候，函授，两个函授班，流星雨 F4 F4都有谁？言承旭、朱孝天，哎，是不是？是流星雨，坐实了，我要击鼓鸣冤。针对你呀，我感觉就针对我说啥特别，我算我一分，流星雨 F4 啊，算你四比三，赛点了，赛点，收一下了啊，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打平。你们都看着点，吴彤的眼睛不作数的，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，来，看你的。铁血丹心，周深，杨迪，周深，杨迪，谢谢，杨迪，是周深，周深连举带蹦的，你看这就问答案呢。
快点举手，杨迪，快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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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手。杨哥作弊了、啊，作弊了。铁血丹心罗文珍妮，作弊。我磕着饿的歌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打平，算你打平，气死我了，真厉害！我磕着我江南七怪，杨过。好，来最后一道题啊，4-4，谁答对了谁就赢了。我要吃酿菜。啊！我吧，杨迪。杨迪，想见你。错。像周深，周深。831的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想见你。哎呦，这也太狠了。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。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周深太厉害了，周深怎么会知道？太厉害了，我听错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什么歌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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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让你们模拟唱，不是模拟唱哦。哒哒哒哒，评剧。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记得旋律。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，你说说。不是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驿动的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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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驿动的心。不，什么驿动的心？听听听，不是驿动的心，不是驿动的心，绝对不是。好吧。确定吗？驿动的心。它不是驿动的心，你看你，你猜，你猜吧。我们选择相信驿动的心。驿动的心，驿动心不是这么唱。驿动的心，对不对呢？一起来听。评剧，真叫评剧啊？对啊，这个叫评剧。评剧，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你以为叫金韵大鼓呢是吗？我们真以为金韵大鼓那个评剧呢。我也是以为那个。是吧？我说，刚才说了，不是评剧，改成了驿动的心。我打完这游戏我就猜对这么一次，你也不坚定啊哥。我当然不坚定了。文哥，不要接受惩罚，请问此时此刻你把皮衣扔掉后悔不？后悔不？人嘛，不管多大年龄，停留在哪个年龄段都有冲动的时候。哎呦，这轮可以！让郑总加油啦！让郑总加油啦！啊，是破的！啊，别别别别了！讲不讲究？讲究。我都没来得及看，这是一把好伞还是坏伞？下一首歌，来。请听歌。什么梦？追梦？腾哥。来生缘。什么？来生缘。确定吗？这把100%相信腾哥的。对，确定。是这个吗？这可是雪，这是雪山飞狐。驿动的心。你唱的是雪山飞狐，我听的是刘德华的来生缘。雪山飞狐。咱家庭内部投票哪个答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那个旋律是什么？按你说的，就把包给我。那个什么，雪山飞狐。雪山飞狐，这歌吗？歌不叫雪山飞狐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是那个。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。对，让那钱就叫雪山飞狐啊。等会儿让我们唱完。噔，唱完才能知道吗？不，一中情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一中情。什么情？
这严重超时啊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什么歌？一什么情？一什么情是正确答案吗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。一什么情？别别别！一什么情？一钟情。一钟情啊！一钟情。一钟情啊！寻寻觅觅，正确答案《来生缘》。这不是来人啊！这不是来人啊！我哥，我拍的，我帮你拍。评剧，评剧吗？不是评剧吗？来生缘，来生缘。我的内心跟脑子一共一生只能储备三首歌，我今天中了两首，你们。不是我问你，腾哥，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？最后说定的一钟情可是你，我们几个不敢定了，上次误会你了。腾哥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把皮衣捡回去。不是花花，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在这，我错了。咋的咋的咋的？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。哎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是完全努力够这把伞，刚才那腰带忘系上了。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。怎么还耍赖呢？哎呀，别怪我不够义气啊，这个轮确实不应该教我呀。但刚才两轮发挥确实很好。吓人不？什么音乐素养？刚出了俩音符，啪给你抢！但是腾哥，我只希望你能够自信一点。嗯，那达不到。一说就那听你的吧。现在我们这个音乐家族队进行了人员上的一些小调整，继续听前奏，猜歌名。这我知道这歌，但是我叫不上名。没人抢，拍的是桌子。吓我一跳，这什么歌呀？不知道，我听过这个，我听过这个，我没拍呀、啊，我没拍、啊。小童拍到了，谁呀？小童拍，你说吧，小童，你拍的，你说吧。我被晃范儿了，那边爸拍桌子，我赶紧拍了，就是知道拍的是桌子。我们先晃别人的范儿，人家再晃我们一下，你咋那么不禁晃呢？酱还是老的辣、啊，酱还是老的辣。小童，有没有答案？没有。随便蒙一个。关键是蒙都没有答案。那个谁的？那个谁的？啦啦啦啦，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是，肯定是，是哥，肯定是，听你的。爱情鸟，当然听你的了。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？你们有别的答案吗？那也是没有。敢跟我发表别意见，我单独给他们发车。这轮都听腾哥的了。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。对不对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，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。接下来音乐家族队接受惩罚。等一下啊，哪还有等一下的？怎么还有等一下的环节呀？都是自己人呢，导演组的兄弟们呢。音乐家族惩罚开始。我去。洋葱头，
啥时候放你的？但是接到了，你给他剥开呀，剥开面积还大点啊。沙宝亮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可曾想过，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在那转，全在周深身上。这也太损了，这个。这到前几期给我们的，这都算好伞。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啊，听规则。玩法二，歌词倒着念接唱比赛。两队根据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 倒着念的一句歌词，正确接唱出下一句的正确歌词。未抢答成功的队伍接受惩罚。倒着念话很难啊！哎呀，我特别不，我不会记词儿。没问题，花花曾经倒着听，光听歌没问题。不，但我对文字不是那么敏感。音乐很敏感，但是文字不行。恒哥今年吹超常发挥。我这倒着听，正着听也没人听。我们请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， 歌词倒放第一句，请说歌词。免姓能不忠，逢向路侠年之生有。花花，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，好像是吧？相信一下自己，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。我把自信心，我这回我发现了，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。总的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是的。下一句歌词是，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。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。你才来啊。我就会这一句。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。流年。流年咋唱？我不知道啊，没听过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合唱。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这届导演带不动，我跟你说。关键时刻地话筒也不好使的。完了，我不知道，那是来吧，认了吧。五。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案啊。狭路相逢，终等不到，终不到流年。等不到昨天。行，非常完美。等不到昨天或明天。我提醒一下。你现在在唱的这句依然是刚才 Jovi 给的读出来的词，我要的是还后面那一句。还要啊？哒哒哒噔噔。对，就我要的是这句。就要这句是吧？对，我要的是这句。我们一起哒哒哒哒哒。他们全错，就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吧。一起伤心一起流泪流泪。也可能会一起淋雨。一起来听歌，来。什么的红线？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哦，不是红线，曲线。王牌家族接受惩罚。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的。自我介绍的歌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那这是女生吗？我是女生，小娇的女生。快快快看他，快看他！盯着点杨迪，我们大家。啥意思、啊？你们可没在王牌里受过那种屈辱。哎呀，算了。一大早的错，全清。我偷没偷过题？没有。又来这招。偷题呀、啊！又来这出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谁能即兴想到这些东西？我唱啥都是偷题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。不是要介绍自己吗？不是要介绍自己。后面要问他们会不会又聪明，他们小巧又灵敏。这不行，这是蓝精灵，你不。但是这个歌唱的是他们小巧又精灵。硬要杠是吧？哎，行行。杨迪，我那个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我那。
我的心。这可以啊，有沙，有沙就算啊。嗯，那我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有笛啊，找自己名字。哪个滴答滴答？李玟那滴答滴，滴答滴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一堆呢。小螺好，滴滴滴滴，都有滴，我滴的更多，不算。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，每个人都爱着我，有钱又有名。OK， 你确定这是个歌手吗？对，自己写的，毛不易的歌，毛不易，毛毛的。但是我差点没听出来是毛毛那首歌。别管我怎么得到你的微信，通过眼中就算我的幸运。我也长得不算有多英俊，但是你的故事我都聆听，你的故事我都聆听。得唱点耳熟能详的歌。不是，我是个 rapper， 我得唱点 rap， 是不是？这算耶、yeah。那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哎，你来来听听看。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算吗？哪儿啊？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，可以吧？这可以吧？这可以。好，我这有，我这有。我就是一个演员。陕西话那版是吧？简单点，说话方式简单点。刚跟贾玲学的，好像听起来有点像评剧。你们，我就是个演员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年少有为啊，这次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不算。妈呀，有我的名儿在里面啊。这个为什么不算？因为昨天晚上给你的答案里没这个字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杨迪的名儿都在里面，在答案之外开始发挥了，不算啊，必须按照你们给我的题。对呀、啊，有标准吗？有标准的，不算就算了。丑八怪呀、哎哎，这算，马上就算了，我都还没唱完呢。我唱的他。心碎，歌手行了吧？不行，太难了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不算，泰山嘛，山东。我其实会一首雪村的歌，唱山东的，你想学不？雪村的山东，山东出好汉的地方，你唱一下。山东，要自信点。山东的那个出好汉，出好汉的地方。弄根葱，弄根葱，弄头蒜，弄头蒜，咱们喝他两盅。有这歌，有这歌，真有这歌啊！真的山，这首歌叫《山东出好汉》，雪村的歌。你来来，你那个可以。我知道这歌的词儿。他想唱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咱俩一起唱吧。咱俩一起唱吧。预备，我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。作为音乐人，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唱歌跑调。不是不是，我不跑调，但是就是那调怎么再唱一下？我是一只，我是一个小小的石头，深深。泥土之中，不对，不是那歌，这绝对不是。跟你挺有年代感的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来。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。就这歌了，就这歌了，完了。没唱，你没唱不行。来，你举个手，我的家在东北也行啊。我就这小二郎嘛。那你唱唱唱。小要么小二郎，小二郎。我今天为什么拉了一下二胡？小要么小二郎，必须得知道我从东北来的吧，要不然不算呢。小要么小二郎。哎，这个确实很适合我。带乐器，又朗，对，二郎嘛，二郎。对，给分。哎 ，Thank you。周深，赶紧来一个。小小少年。不行。小小草算吗？为什么？我是我小小小小鸟，不行。百里鸟
算吗？不是。飞鸟和鱼算吗？不行。哦，鱼也不算。就是我唱的都不算。必须要落到自己，我是什么？我。唱不上来无所谓，但是在这一轮里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。本来其实还好，你这么一说，你这么一总结，脸往哪儿挂呀？所以我觉得吴彤在针对你。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不知道，而且他还不给你弄一个人形。我在节目眼中都不是个人。在这一轮里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。就是你离这个造型越来越近了呢，好吓人啊！好像头发稍稍修饰一下，头套都不用戴就。我们现在第二轮唱大海有关的歌。我感觉我的词汇量啊，我也应该跟你坐这，我跟老。你为什么要坐到旁边去呢？因为我的词汇量我。太多，大海的歌。海浪无声，强夜幕深深。不算。就是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打断他？刚才他好像有点唱不上去。是吗？没有。起高了。这算了吧，唱出来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。这是我的大鱼啊，哥哥们，算给点面子。哎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海鸥，海鸥，我们的朋友，算了吧。海鸥算吗？海鸥还不算，他都叫海鸥了。熊导演，你做个人吧。周深骂人了。海鸥都跟海没关系了，海是长湖边的吗？真的是，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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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鸥都没算，海草也算不了。海草算了，海草。海鸥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尝尝小海螺弟弟的劲儿。错了。小罗好弟弟的吹，那个大海在哪儿呢？海在哪儿呢？小罗嘛，小罗，啊，罗踢球的小罗，而且现抄我刚刚的歌。还有小罗好弟弟的吹，唱过了。海鸥进来展翅飞，后面有海。第二句也算吗？第二句也算。后面有海，海草。海鸥，你刚才唱没算是吧？不会，弟弟，你被哥哥套路。偷人家的歌吧，得偷全，知道吧？算。军港的夜啊，静悄悄。军港在海边嘛，这个解释虽然。那么海来来来，海浪你轻轻的吹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腰子算了吧。你是不是想唱这句？我想捡漏。捡漏。我从你的眼神里面读到了。坏人。杨迪，这次绝对算。深深太平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太平洋不算海，太平洋不是海，太平洋算。我有这个，我有。大海呀、啊、大海，就像爸爸一样。快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李姐，发海，你不懂吧？它会飙上。他唱的是西湖。哎，怎么了？有没有海吗？不行。法海，我不了。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这算了吧？不算。鱼啊，鱼在河鱼，你那是。羊，我通过这首歌的意境，感觉它是河鱼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对了。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啊，可以。我发现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我再坐回去，还是周深的海，关于海的好像多一点。坐我这儿发现我没啥海的歌，好像你只有上一题的答案。鲨鱼、鲸鱼，快点。要不能坐回来的原因是，快想一个。海马没有这中文，我真唱了。海参呢？海参没有啊。海
海燕，海燕，海燕是个人。海参炒面，海参啊，海燕呐，海燕呐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没有了，风雨中没了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干啥呢？他在找孩子。干啥呢？我们陪你在这儿捋呢。年少的我，仅只一个人在海边游游游游，在头上，在头上，有吧？这个有吧？等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有。啊，有了。然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没了。我是真没有。撩妹没一坐转头。啊。跟海一点。哎，这周深。还海吗？周深总算回报我一个。撩妹没你坐船头。哥哥，我在海上。海上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太损了，这个。哥哥，这家伙该捕鱼的了，在海上走。原来人是纤夫，现在成叉鱼的了。哥哥，我在海上走。海神。不是，我唱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好不对。一点海没有。哎嗨哎嗨嗨哟，大棉袄的二棉裤，里面什么裹着布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行不行？我想听一下总导演，不会觉得这个算吧？这不算，来给最后一个机会，谁来？我来。啊，是吧？欢哎哎，三亚那个欢迎来到天涯海角来。哎，这行这行这行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刚才那个哥哥在海上走，那个是什么歌？啊、我想那有船嘛，但后面没想唱是河边。这个应该算的，这个应该算。超。最后一个题哈、啊，就描述对方的歌。描述对方。描述朋友是吗？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毒毒毒毒。可以，晨晨。小酒窝长睫毛。小酒窝长睫毛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干嘛呀？说你杨迪哥哥。我这有。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觉得你干嘛朋友比恋人还懂得倾听。对谁唱？你得有针对性啊、哦！当然了，我们是唱青二人组。还有吗？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。哎呦，好，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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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一点，郎朗。嗯朋友啊，朋友、啊，朋友的歌一大堆，来点来点。你们先来，你来点吧，不然你看我那服装，你不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规矩是要穿着这个演奏一场钢琴音乐会。那完了。所以你努力给自己加分。你现在最怕的也就是我那身了，对吧？对你那身是。不是他最怕，谁不怕？谁不怕？不怕。你那身这人物这么鲜明，谁见都嘚瑟，这身太吓人。我给朗朗唱吗？啊，行，来吧。朋友啊，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好，好。你这现在不是让你点评，现在不是点评了，你是主持人。我好啊，我确实好啊。好啊。贾玲姐的啊 ，All the single lady，All the single lady， 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。你看人家，我在晨晨心里，小酒窝长睫毛，在你这里 ，single lady， 你伤害了我，还说不错不错。我这儿有。眼睛大得像铜铃，哪个眼睛大像铜铃？动画人物呀！来，站下来。
我有一个补充的，我给朗朗的，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，这是不，这是纯讲老乡的。我俩就老乡啊，东北老乡啊。那不一定是朋友啊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那比朋友还亲。不是，那大哥你是哪的？哪个？你是东北的不？你是东北的不？你跟沙溢哥是朋友吗？不算，老乡归老乡，朋友归朋友。对，有些老乡专坑老乡。什么的相声魔术杂技。相声小品魔术杂技，唱给林姐是吧？对，评书笑话，后面这也能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还有说唱一说的东西南北中，去别唱了，范丞丞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。你看他的表情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唱啥的。你不知道吗？你在装。当然不知道，你都上过那节目。实话远比我想知道你在唱啥。这是一档早期的综艺节目，专门演一些相声、小品、魔术杂技，里面还有说唱、笑话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趣苑杂谈。来，我，天底下走来个小小的你，哦，小小的你。哥，你的歌啊，又有老的那种，特别老，又土，但很勇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哎，前几轮用过的歌能用吗？能用。是山东出好汉的地方。前几轮能用吗？很头你很丑，可是你很温柔。别唱的我很丑。前几轮能用，最后再给他一分钟，还有没有最后的机会？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情人。原来朋友又成你用那红的嘴唇，让我人的香魂。但他俩不是情人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我俩，哎呀，咋的呢？别说了，为了点钱，为了点一点尊严不要是吗？怎么委屈？哎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个 bad girl 了。You are the bad girl， 我才发现吴亦凡 bad girl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可就是个 bad boy。影视 BGM 就只说剧名，好，准备啊，开始。这啥呀？呀，花花。这啥呀？星际什么来着？对，那个星际那个，星际星爵，那人叫。对，那叫啥来着？三二一。我不知道啊。换人。银河护卫队，答对。对了。我想的就是这个，因为贾玲姐很热情的心计嫁了给你。对，好，下一首。妈呀！我画画那个天空之城，答对。哎呀，突然完了，他用的是这个节奏。哥，玩会儿游戏啊。一直在思考。哦。来第三题。杨迪，中华小当家，答对。吴彤还白了我一眼，你们也打会儿，我这不行。谁不想打会儿啊？你答对这么多，也不是都给你镜头，是给我们反应镜头。知道，你那太烦人了。好，来下一首。那个林姐第一个，喜剧之王，答对。这不东京爱情故事吗？喜剧之王。我说我能不答吗？你说。来下一个。
武侠片儿。燕子李三儿。燕燕。错。十面埋伏。错。啊，不是。一代宗师。错，接近了。接近。一代宗师二。是错。黄飞鸿。错。霍元甲。错。霍东阁。霍东阁是霍元甲之子。那你别答题了。满城尽带黄金甲，接近了。英雄。英雄，对，英雄，英雄，不是错，接近了。东邪西毒，答对。哇，我是听这个音乐，感觉有点那个氛围。东邪西毒跟英雄很接近了。你绝对误导我们，我就不知道燕子李三怎么就离远了。胡同，我们就猜，我们你就别提示了，行吗？越提示越远。好，来下一首。呀，腾哥。这都不知道吗？啥？你来啊！山清岁月吧，应该不是什么东西。《仙剑奇侠传》接近错，就是那个成龙和那个那什么那个金喜善那个，快干啥了？就接你吧。神话错啊！这不是《仙剑奇侠传》吗？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对，你真的是公。我们整个王牌还有跟青春家族比的这个那什么吗？你都已经答对了，少彤，攻，小彤管他对不对，我只要一个镜头。攻攻，你得切我，我说三遍攻，你还不切我一个。小彤还在答上一道题呢，对，来下一题，音乐之声。答对，对吧？对，朗朗哥，朗朗，节目组呀，没有你呀，这辈子都不会出这道题。节目之声，音乐之声，音乐之声，您这耳朵也是绝了，太专心的抖包袱了，还想埋汰人家呢。节目之声，还有两题，来。呀，好太阳，太阳照常，让子弹飞，特花花第一个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对，答对，让子弹飞也用了，绝对用了，我听了，用了，但先用的这个太阳照常升起，啊、哦，两队打平啊，最后一题，妈呀，哎，杨迪来，杨迪别一起来，你要站起来 PK 吧，来吧，来，结果来来，两位。数码宝贝啊！啥？数码宝贝？啥？数码宝贝！妈呀！晨晨会接题，来恭喜王牌家族啊！没使劲儿，我们都没使劲儿、啊。第二轮派谁？剪刀石头布。小童啊！你跟小童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好。90吧，这坐就是4050的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考虑杨迪是哪个年代。90可以。杨迪这一辈子怎么把重点放这儿了？200亿的曲库。来啊，开始。妈呀，这是。等他唱两句。花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了，这来了，哎，这来了，这迸发出来，老天爷，保佑他答不出来。刘德华，3、2、1，冰雨，不是冰雨，张学友吻别，答对，哇。哎，迸发出来了！前面没有一个人听了吻别的前面吗？那么长，大家都直接切来开始。来生缘，来生缘错。杨迪，追梦人，刘德华，追梦人，歌手错。追梦人，张学友，刘欢。追梦人，叶倩文错。谭咏麟错。听一下声音，叶倩文，王菲。等会儿。让他牵引你的梦。
凤飞飞。冯飞飞。冯飞飞。答对。凤飞飞。等会儿。不是等会儿。小童河南人你不是。凤飞飞。咋的咋后俩字又那么标准呢？啊，你以为河南人每个字都不准？我不是北京人。哇，今天是河南人。冯飞飞你们。凤飞飞那算小童啊。当然了。来。腾哥先举的。他不知道他瞎举。我什么不知道，这是个合唱的。啥嘛，潇洒走一回，叶倩文的。答对。啊。滚滚迟迟。你听就听出来了，要这么听能不能听明白？好了，下一首啊。熟这熟，熟的不是这熟啥呀？一点都不熟。苏芮牵手，答对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单独为杨迪设计一款游戏？是不是啊？你俩去宿舍里玩去呗。我现在就能想到90多岁的杨迪，坐在桌子前面，前面三台电视，不同三个台在放歌。杨迪那时候在养老院逼着几个老头说这啥歌，说苏什么，再提醒一下苏什么。王大爷来开始。哇，这啥歌，这是一个人的成名曲。天堂接近。是吗？是小童。腾哥。腾哥什么歌？好蓝蓝的天空，是我的天堂。蓝蓝的天空，那不叫天堂吗？腾格尔蒙古人，答对。啥？他说个籍贯就对了。腾格尔蒙古人，来下一首。贾玲，湖南。人是湖北人。人湖北人，你不是演了他们那电影吗？电影不再演了，这么火还去了。你的心情真的好吗？你的祝你平安。答对。祝你平安吗？来，开始了。哎，好耳熟。到我这儿了。写你心坎里了这首歌，好男人。错。对，哎，那个什么号？错。对，那个小波。那怎人叫李春波？下一个。牛，还有邻居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是戴军阿莲，是答对、阿莲，你这个把偷题这个已经融化得很好，我试一下。最后一题啊，不是你最后一道题还有意义吗？我们落多少？那7-1。啊，行。还有什么？谁是一啊？你。你因为冯飞飞得了一分。河南口音得了一分。凤飞飞。那正好第一轮是王牌家族胜，第二轮是春游家族胜啊。加赛了。加赛，对。蔡权。蔡权他厉害。知道啊，不。嘿，真厉害。猜歌不行，石头剪布也不行。真厉害。00吧，00你们也能会点。我们会不会的跟年代无关。年代我没。俺家从四川嘞。来，那00年啊，开始啊。周杰伦的什么夜曲？错。夜的篇章。错。爱的篇章。错。你能不能不干扰他？人在那想呢，在这儿。开始。是不是那个布拉格广场？对，布拉，你是精神？不是，是布拉格广场，蔡依林。杨迪答对了。等会儿。我先说的布拉格广场。但你没说名儿，人名儿没说。我整合了一下，来下一首。大手拉小手。错。小手拉大手。小花花，你分手，张伟，
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花儿乐队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对。好了，两道题赢了。你这你觉得你胜之五吗？这跟冯菲菲刚刚那个五吗？好意思，那个再过分吧。只是把手续补全了。来这首啊，不知道你们熟不熟？想全了再举手啊，奉劝各位。这个我听过，我不知道它是啥呀。快，打不打？那小童答，你干啥呢？吴彤，吴彤，吴彤都不给我答题的紧。天贵，接近了啊，有革命小子青春纪念册，不是青春纪念册，革命小子，革命小子答对。什么饺子？革命饺子。下一个什么饺子？什么饺子？酸菜馅的。哎呀，海米饺子。谁这是？一个组合。来下一首哈，这歌有点难哈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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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什么？踏浪徐怀钰，这是踏浪徐怀钰。答对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别哼了，后面都哼过了。啦啦啦！我都说完了，没事，让他们答。采蘑菇的小。行了吧？采蘑菇的小女孩。都答，我们答完了，答完了是吧？答完了。啊，答完了。答的啥呀？踏浪。徐怀钰的汤。塔浪，贾玲姐，徐怀钰的汤，塔浪，汤和海米饺。来下一首，哟，这好熟啊！花那个叶子接近，不过。飞儿乐队不对，南拳妈妈什么东西？南拳妈妈是一对男的吧？身骑白马，徐怀钰的，谁的？是那个徐可莹，徐什么玉？徐佳莹。神奇的白马，神奇的白马，徐佳莹，这不行了，怎么我们湖北人就不能说话？神奇白马在哪里？来下一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咱俩就别参与了，你这。来，花花唱对了。一整个的夏天。周传雄的，周传雄对了。周传雄的什么歌？小刚什么歌？黄昏。答对。那咱们说的都不对。厉害，花儿厉害。爸，我说周传雄就是小刚啊，对小刚和周传雄是一个人啊，那俩名呢？一个人啊，这一个人吗？这是一个人啊。周传雄是一个人。来下一首哈。海鸥。这啥歌呀？林俊杰，别人做的歌，林俊杰。4-3了啊，追上来了，最后一道题了，我们随机放一个年代的歌啊，打起精神来啊，来开始。Hello， 哎，要镜头啊，哥。池塘边的童年。错，沙哥。外婆澎湖湾歌手潘安邦。答对。谁？潘安邦太厉
厉害了！天哪，杀一个今天一个李春波，一个潘汉邦立住了。干啥呀？大小超，那条幅拿出来。没有。咱不说别的，都是军艺毕业的，一事无成你。这个真的答不出来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那恭喜啊，春游家族赢了。这咋说呢？两个字儿，女演员。你把嘴夸张。女。演啊演，女演女演员，这题就只能过了哈。仨字儿。《武林外传》里演啥？啥玩意儿？《武林外传》。嗯。武林外传。听不见。腾哥以为是比嗓子大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口型慢。你看我嘴，看我嘴，看嘴。《武林外传》。狐狸换水。《武林外传》里你演的是啥？你演的是啥？找的是这儿啊？啥东西？《武林外传》。狐狸反水了。《武林外传》。《武林外传》，你演啥？《武林外传》。啊！太心酸了，看。我好像看到了他俩老年的时候。《武林外传》，你演啥？我演啥？白眼长。OK。对了对了。《武林外传》。嗯。答对了。下个。别提提。仨字啊。食品。啊。食品。啊。就臭的臭的臭豆腐。甜的点心。咸的。甜的。咸的。过吧。啊，四个字啊。一幅画。玉皇大帝。没有人在乎你，只是人们逃避疼痛的全可能。没有人在乎，没有人在乎。蒙娜丽莎。哇，两个字。干嘛呢？憋气。谁是最可爱的人？俩字说多少啊？这个屋谁？谁最呀冲？谁有酒窝？谁有酒窝？贾玲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，给我一顿埋汰。谁最压秤？再来一轮，花花和程程的啊。啊。啊。啊啊！你粉丝的名字。这你要答不上来，下期你就别来了。你粉丝名字。我粉丝的名字火星人。歌手喝酒。歌手喝酒。歌手喝酒。双截棍。双截棍。双截棍跟喝酒有什么关系？
周杰伦。喝酒跟周杰伦有什么用？人家说歌手，歌手。最后一轮，鹏哥、贾玲。五个字，手机，手机 ，vivo， vivo。王源。王牌的赞助商。vivo 呀。vivo 五个字。vivo 手机。vivo 的特点是什么 ？vivo 的手机啊 ，vivo 牌手机。拍照特别的。拍照很清晰。然后呢，也不抖，不抖，不抖。五个字，第一个字是超人，超人。第二个字不懂，微抱手不懂。这不是抖的反义词，稳，稳稳稳。大大小，大小。微，微。超稳，微云台。超稳微云台。啊，超